先把弯起来，让绿色。来来。零五四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。今天我在做沙沙。你说这一块啊？嗯。绿色的。走。我会倒了，这个我也会倒。要把手整个都，然后等一下要倒出，轻轻的。哎呦，你先不要帮我拿。那是绿色，不好意思。我要吃，没吃过。这不是砂糖吗？这不是砂糖，这是沙子。沙子是什么？吃的吗？沙子不是吃的，沙子是玩的。只能玩哦。真的只能玩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好了，还要吃一口，这样可以吃。姐姐刚好把这拨过去，它是这边的，拨回去这边。没关系啊，这很好倒的。这上面用小小的、轻轻的拨，这样子旁边的小碎屑一样。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沙沙就会变多的。我可以吃桌上的吗？可以呀，可以吃。然后纸上也可以吃。妈妈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里面有张糖糖吗？要。红色最好吃哦，红色最好。绿色也蛮好吃的。绿色糖糖的。妈妈，这都是糖糖。远远看到满糖糖的糖糖，来帮它剥掉。妈妈，这不是糖糖。所以你不习惯用手吃饭，我习惯了。那你也不要那么凶吧，每次都对姐姐那么凶，她姐姐每次都对你那么好。妈妈，我在太空里，我掉下去了。缝，就我第一次用手成功撕这个，用指甲。小点点就好了，你真可爱。不会浪费，蓝色的小点点很好吃哦。这个什么颜色？宝宝。姐姐要什么颜色？我看一下，来个粉色。我要蚂蚁抱抱。蚂蚁？我是蚂蚁吗？阿姨啦。莫非？不止跑了几万里，快到车站，妈妈急着不高兴。因为他发现他比妈妈，他发现小孩比妈妈开的车还要快到车站。我
这也是深色的，有进入粉色。哦，不错，妹妹果然是艺术天才。那爸爸下次再去买，好不好？每天都会出现一天有暖色世界杯。哇，画得好棒哦！嗯，这是火箭，对不对？彩色的，啊，这里也是彩色的。还有双色的地方呢，不管是很会画画的。这些等一下要做沙沙，这些都是沙沙。